尊敬的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、女士们、先生们、现场的朋友们，大家上午好。各位尊敬的来宾，尊敬的文部长，各位尊敬的合作伙伴，大家上午好。无论我讲的怎么样，特斯达呢是一家做红叶绿吹的好公司，所以呢，你们只要在我说的基础上乘以五，那就是特斯达的真实实力。毕竟呢，我们是一家负责牛逼的公司，但是不负责吹牛逼。